杀无如尽心，何人名不虚传？名不虚传，完成当初的如超人。方才气功就是你所发出人呀，我是自愿帮助你，你们向我碎下，我无感谢你，因为你不是做我，是救了方才这班人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卢振兴果然有个性。何必龙君希望与你做朋友？卢振兴无朋友，何况你也无够资格。切！武功好，个性骄傲。真是不平凡的女人哦，不平凡，嘿嘿，你的眼光实在美迈，不平凡的男人你家，我比龙君啊，这个女振兴确实难听跟你做朋友，但是不要紧，我来跟你结拜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东西，那你是南北，恁两个啊不分上下。他们讲，我皮啊吼是看男娘，伊若讲论面型啊，唔是少端，五官端正清秀，比你安尼一边乌的，一个一边白吼有较赞。你无够资格，乌白龙君高官，我无够资格，爱欣赏女正型正水的姑娘，才有够资格。不错，是那亏什么？是那亏了对我嘛？你啊，梦想要跟这个女振兴做朋友哦！哎呦，少头黑魔也想要吃天鹅嘛？真个神力！阿娜，你那是不通哦，随时随地我向你挑战，你的胆量不小，别人唔敢惹你吼、哦。嘿，我是无将你当作一回事呢，啊？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我的神功。你那五张脸拍出来啊！阿娜，我知影你惊我了，你若惊我，较硬咧怕，动手无遐大。乌白龙君，你甲我挑好去，别人的失败都是我的快乐。哎呦！不重要的东西，一派胡言。